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七受热巨冷的破坏元神，分辨返乡好物谈已完结。活动攻略究极深藏的热窝，巨冷清澈的崩破，顺便激涌的电弧，锅在极化的传导，灰豆颓坏的冰冷刺激，边骨的寒松元神 4.7。好，这边是第七关，然后我们来带上这个适用的干预，然后用自己的这个安博香菱芭芭拉，然后香菱的充能要越高越好。你尽量把这个香菱充能往上抬的，这个充能实在是太低了。如果你练了其他的冰系的傅斯亚，还有火系的傅斯亚、紫斯亚都可以拿上来，好吧？开始干预，开大一技能，轰芭芭拉一技能，香菱开大挡不通，香菱一技能兔兔伯爵，你醒起来呀、这边香菱先平 A， 把这个兔兔伯爵和锅巴给弹射一下。充能吃到手之后，来扔一个锅巴，干预一技能，开锅了，开锅了，然后重击打一下，好的，进去接兔，切到芭芭拉，芭芭拉平 A 两下，然后香菱开个大，然后兔兔伯爵往上一扔，干预一技能，然后打重击，为了阎王帝君，我会保护大家，好了，让干预来开个大，一技能，这次是票大。我会听果巴，然后按波开大，借着雨山做活绝，双寒化石改于撞击，现下如何？下一项工作师，难得的猎狐到此为止，该于一技能，打，打一个重击扔一个，果巴扔一个兔子，活绝啊，起到消灵挡下充能，大家加油哦，充能耗之后来切到一技能，消灵开大，你想充死很饱，该划掉我一个，该于一技能，挤精下来啊，我呢，改火。干预重击看一下哒。下一下闲人勿扰。该有一技能看到别了。我的祭品已经准备好啊，蓝波开个大。速度伯爵降临。扔个锅巴。难得的秘密要处处维持。开锅了开锅了，下一项工作室简称开始。芭芭拉一技能，安德的猎火到我后边扔下来，检测沙之王你的 GP 已经准备好了，枪灵开大，干预一技能勿扰，沙之王你的 GP 已经准备好，带向工作室为我扬起沙尘吧，想不到一句就打点了，禁止接触，别小逃，今天这一关不太好打，你尽量拿自己的冰系的主 C 啊副 C 啊，还有火系的主 C 副 C，